当我带女朋友去高档餐厅吃饭。啊，你说啥？那个，我们能选一下吗？选好了之后再喊你。啊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要不别在这儿吃了吧，一份沙拉。今天也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啊。不是，主要是想带你吃顿饭，没事儿。真的呀、啊？真的呀、啊。那我随便你了。随便点。我有一家特别想吃的方便，要不你陪我去？来都来了，咋这？快走快走，走快点。来尝一下。上次我跟我同事一起来吃的，好吃吗？好吃是好吃，可是……哎呀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刚才那家餐厅那么贵，又吃不饱。再说了，吃什么不重要，和谁吃才最重要啊。